60，哇！你看我的分数多高啊！好，城堡盖好了。哎，不是在这里，在这边。机都忘记他了。城市里面也要有吧。觉得，好，就来生产军队了。骑兵跟步兵是工程武器，哈哈哈。先试试看吧。对，我不要这个，我有五个游侠好了，游侠比较强。好了。哦，两万四，那么快就两万四，其实神奇。不然你这边也盖一个城墙，不然你进去很麻烦。好好，你回来就好了。跟你们三个了。啊，算了，就用这个好了。又有三个，一。你们也伐一下木头好了，还有一个是谁？啊，这里。那你帮我盖一些什么工程的东西？这个应该还没盖。哦，我有火炮塔，哎，太棒了！我刚才想说，好像很久没看到火炮塔了。佣兵，这个我没看过哎，你要生产一些来看看，啊，你们去探索一下。还是我把你们派到不同的地方，就一个这边，一个这边，啊，剩下一个这边之类的吧，会不会比较可以探索比较多？那你就过来帮我盖渔船的码头。一二，好。我靠，还有，我也都生完了耶。
好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可以盖什么啊？四级，对，四级还没盖。不知道好不好用，得先盖一下。而且也忘记了。哟，最低分那个，本来先用好了，本来先到帝王时代，太强了，应该跟我一样的策略吧。有一击，找一个过去好了。Salve. Correctus. 只有一个，那我再找一个。Presto. I'm. 他都一直 miss， 到底为什么？哦，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会找那些轻骑兵去那个。Salve。继续伐木啊，最后一个。不知道要找你干嘛。哇，你又把羊杀掉吧。那个这个轻骑兵他的那个探索能力比较高吧，就是那个开的地图比较大。哎呦，它的范围很大，意思。啊，要被降化了。还好没有，好，回来吧。Ein， 好，你有拿到，太好了。Correct。啊，这就是中国人了。他一直被打，哇！他们追很紧。那追得那么远了、啊。哇，他们生命力好像蛮弱的。好啦，回去。哦，我忘记那个僧侣在哪里。这有个遗迹耶。
我先派他们过去拿一下。在哪里啊？哦，原来橘色也不好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这个羊没用吧？僧侣，我要在哪里啊？哎，这有一个哎。哎，这有一个哎。Salve。因为橘色跟黄金好像有一点点差不多，在这里，我还好还好。是吧？你们探索能力应该比较高才对，我来看看。那你看他们开的那么小条，我看另外的会不会开比较大条一点？哦，现在中国人变最低分，这是为什么？蓝色这个一直没有升到。帝王子弹，但是他的分数是蛮高的、欸。这个要升的我都升完了吧？哎，竟然还没。这个，好，这个升完了，这个升完了。这个竟然还没，以后我是比较想让你盖那些炮塔。好像有比较大吧，但这也有三只，所以不知道。有了有了，大家都升到帝王时代了。还是因为我把难度调太低，所以他们升不到。我试试看。Presto. Sane. 通鲁兵。现在大家都回来了。
不然让你过去拿好了。是绕边边走的话怎么样？对了，它这条比较大，但游侠那条就是重装骑士那一条比较少一点，比较细。哦，它的版图扩展的那么大。哇靠，超大的欸。既然我们这次用作弊嘛，我就来多探索一下。这个时候还可以发现绵羊，那么神奇。在哪里啊？这里吗？那这次只用资源的作弊法，那下一次我们就调极难，然后用一些叫什么，就是士兵的那个军队的一些那个作弊嘛，比如说那台车啊，还是 How do you turn this thing on? Sleep 吧，也不是 kill， 记错了，太久没玩，哇，版图真的超大欸。扩到这里耶，有事吗？我还把狼引过来。欸，打我！这个死掉我是还好了，那就先。我要盖一些船好了，盖五个，哦不，不用，哦五个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我不要这个。Salve， presto， salve， caedo， 就你们两个，然后呢，这边我要多盖一些塔吧。Cuando， 啊，我有人在这边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哦，该不会我僧侣吧？可能是，对对对，因为这边走过去就是我僧侣。好了，没差了。